它的切口就是圆的，还是反曲线，这样更有包裹性。头顶移动反曲线，这样就增加了凌乱，外线呢就是高贵，既有质感又有动感。那我们如果定在最后剪反曲线呢，就是直的，它就没有包裹性，这是移动反曲线。所以我们留长刘海的时候，大家看一下，它就很容易往后包裹。大家注意看一下成品，如果我们剪定点反曲线，前面会更长。所以这款值得每一个伙伴收藏训练，加油。